好，之前得到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，就是我终于确诊了，这有点尴尬啊，这个快筛阳性，那这种状况之下，我现在感觉心情不是很好，所以就来打三国志十一吧。虽然说心情不好，但是可以放假，也算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。我看一下啊。等一下啊、哦！天哪，有一件非常棒的事情啊！等一下，好，开始吧。超级难度，那个因为他的寿命全部假想，所以。我猜测郭家应该可以稍微活久一点吧。走，开始吧。距今约1800余年之前，曾有一个英雄辈出、竞逐争霸的大乱世时代。人称治世能臣、乱世奸雄的曹操，始至再兴汉朝天下的刘备。父子三代雄霸一方的孙坚、孙策、孙权，一心建立黄金乐土的张角，暴虐无道的魔王董卓，天下无双的飞将军吕布，四代三公名门的袁绍、袁术，人称白马将军的公孙瓒，刘姓群雄的刘表、刘璋，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勇将、名臣、军师、美女，其他就算了，美女也出来了。然后祝融算美女吗？这些曾驰骋大时代的将星们，超越了时空，聚集在一堂，再次绽放出耀眼的光芒。而此一大决战，就此。揭开序幕。好的，现在我们的军师一开始就是郭嘉，非常非常棒的一件事情啊。由于我们第一次玩这个，所以看一下天下大事。现在这个英雄集结的地图，简直就像是拼图一样。就是各种颜色，那个曹操，他跟曹操接壤的大概就是这几个，像是孔宙，孔宙很弱，刘岱也不强，司马懿应该最强，然后还有宛城的张绣，这里面最扯的就是宛城张绣48000兵，哎，有点扯，44000，然后54000兵，曹操居然只有28000，不过曹操应该是这里面人才最多的。所以理论上的话不可怕。曹操现在就是要在中原、先打出一片天，那另外两个主角刘备在江陵，刘备39个武将，这有点恐怖。王平一级，周昌法正，姜维也出现了，姜维很少出现的，以前真的超少出现。然后这里面刘成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将领，了不起的一个人才。然后刘禅就可怜了，刘禅跟杨松，也很类似啊，就是尴尬的局面。除了魅力50-60之外，其他都是个位数，好可怜呢、所以刘备死了之后，其实刘封当那个主公真的比较好。哦，这里我说几句啊，就是我真的不觉得刘禅的。统帅跟武力就算了，但是他的智力政治不低啊。刘禅虽然晚年宠幸宦官，但是他懂得去放权给那个强大的政治人物啊、政治就是政才。早期放给诸葛亮，中期放给蒋琬、费祎，这其实是非常不错的那个，我觉得这。
至少自知之明这一点比很多人都强，所以他的政治至少也要有60啊，一定是及格分的。那智力9就是弱智啊，刘禅如果是弱智的话，他绝对不会去那个放权的。作为一个弱智，就是要把权力牢牢的掌握在手里，然后就死掉了，然后就吊死了。我差点就没有，我就是差点就是实名举报说，哦，阿简就是你啊，阿简。那然后孙坚在这边，孙坚51个武将也太扯了，吴国的武将都在这儿了吧？哈、哦，天哪，扯淡极了，简直是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看一下，枪5000，戟5000，弩5000，枪戟弩都还蛮够的。那现在看一下，我们的做法就是看能不能并吞掉宛城，或者是并吞掉洛阳，都不行的话，其实可以并吞陈留。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就是先开发一个兵舍，或是断野场之类的都可以。荀彧、荀攸都很强。还是我们干脆我们干脆这个样子，兵舍要30天，无论如何都是30天的，那没有办法。有很多人我不熟，像是什么夏侯和啊，那个曹髦就曹髦确实是值得那么高的分数，郭淮也蛮厉害的，看起来。就是让成群来好，成群虽然有点浪费啊，但是没关系，就这样吧。好，盖在这儿吧，兵舍。然后接下来我们派枪兵，曹操的枪兵，曹操跟曹洪吗？也行吧。不用太多人，就3000就可以了。这样是20，这个不可怕，这不是不可怕了，就是暂时还没有必要。也是3000兵。陈泰的精妙，哇，陈泰的智力挺高啊。那没有必要，曹冲没必要去了。曹冲的人证是让所属的这个武将的忠诚度不会降低的。那接下来再出一队弩兵出来，再出一队弩兵。所以夏侯渊的话也行吧，夏侯渊加一个郭嘉。行，就这个吧。我们先派这波人去做事情。好，那然后接下来嘞，成群99，其实也没有必要马上来包赏他。我个人是觉得没必要。我们现在就是一个 rush 的节奏，所谓的 rush 就是。Rush 就是那个什么的意思，就是快攻的意思。我个人是这样子理解的。他们的科技如何？看一下，应该看势力情报。他们的科技有骑兵哦，这么强大。我们刚刚看了一下，曹操是有熟练兵的，熟练兵跟枪兵都很强。好，那然后接下来嘞。那由公孙瓒，公孙瓒其实一直都是重视骑兵，非常重视骑兵的，很厉害。那然后刘备嘞，刘备也太夸张了，弩兵强，弩兽强，难怪他是血色那个英雄集结里面最强的，难怪他是最强的。好，那看一下这个，先这样好了。
曹操某方面来说是真的蛮厉害的啦，所以这宛城其实我们可以考虑盖个什么什么东西，对吧？什么什么东西啊？这也可以。到洛阳的话，他们会搞人出来，烙人出来，这是挺讨厌的一件事情。那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考虑做什么呢？开发个断野场也行。断野场跟兵舍都盖一盖，其他的暂时还没那个必要，还没那个必要。那然后接下来咧，我们如果现在去打张绣，其实也不是不行啊，因为张绣感觉比这个洛阳的这个司马懿还要弱一点点，稍微弱一点点。这里是宛。这也是许昌，这应该也是许昌的一部分，没关系，我们就盖在这里好了。待命吧，做一个移动的动作其实是有点可惜的。这里是许昌，这里才是宛城的一部分，确实有点可惜。这里看看能不能做一些其他的事情。只有越境是枪 S、啊、没关系，兵器 S 不止越境一个，不止越境一个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没必要，没必要。骑兵同样是这个 S 的。应该是还行，我的政治80，蛮宠的政治也是80。让曹睿去镀镀金也不错，说真的，镀金都出来了。接下来就巡查，巡查顺便就是可以增加一下我们的这个。那个叫什么？我们的那个收入，刚刚本来是360嘛，现在可以盖到409了。曹睿还是不错的，这也没钱了。这里是许昌，这里都是许昌，所以暂时太古台暂时也不会怎么样。我们就是先在这里盖东西，然后现在我们还有64点可以做事情。如果现在盖大市场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但是感觉就怪怪的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就。好，曹休可以，
曹休加曹昂怪怪的，所以这个我们就改个这个曹丕也不错，说真的，曹丕好歹是八十级的，不算差了，不算差了。好，那然后接下来的训练吗？不用训练，暂时不用训练，我们走到那里就可以那个了，对不对？大市场要30天，干脆盖人才府好了。盖个人才府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出征，但是现在就只剩下那个了，对吧？有点可惜啊，还没必要。这些应该都是绝对忠诚的，也不是绝对忠诚的问题啊，有曹冲在，他们的忠诚度都不会掉，所以不用担心，完全不用担心。只有这个曹操跟曹仁有带钱，其他都是没钱的，其他都没钱。好，这里都提升了士气。接下来储存，没错，这里我们要储存了。虽然有点可惜啊，251超级，超级难度的曹操。然后接下来就是 rush 的节奏，对吧 ？rush。这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勾引那个司马家的人出来跟我们单挑。理论上可以啊，这些人其实武力值不算差了，不算差了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考虑直接去勾引那个谁，勾引宛城张绣。理论上可以吧。还是还可以，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已经进入了宛城境内了，所以他们的部队应该暂时会上，暂时会上。好，兵营来了，思考一下。现在有30个人有空，那么其实可以考虑那个大市场。好，那然后接下来嘞，这里我们可以直接运送粮草过去。9000粮，然后1000兵，让一个比较没用的人去，曹训，曹爽，曹爽的这个智力居然比曹芳高哦！天哪，曹爽这家伙他智力凭什么比曹芳高？我真的是。怎么说呢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就先这样吧。反正就是这个样子。
兵舍现在正在盖，他们虽然正在盖兵舍，但是很快就没事可做了，人才府开发完毕。溜溜溜溜，哎，张秀、贾诩之类的人都来了，好可怕、哦！没有问题，那我们赶快把部队往后拉。这个夏侯渊也往后拉，然后这个曹，哎，没有问题。那现在还有还有多少人有空？现在？赶快去生产兵装。哦呦，哪里？操，完蛋了！没有想到他，哎，细致才居然敢拒绝我们，太过分了。而且这基本上会输啊，这相当于60不到打快90，这没法打啊。我们唯一的可能性就是用那个愤怒去打爆他。想到细之才居然会拒绝那个草莽，那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吃伤害了。我愤怒，哪里啊？操！那这局输定了，居然找到时节啊！真的是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们只好用镇静去找他。哎呀，输！完全没办法呀、啊！细致才太聪明了。真的没办法，说，真可悲。不过细致才终究是愿意放过我们啊，真的是太草了，太生草了，过于生草啊，草毛变成了轻伤啊，算了，没关系，这只是小问题而已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现在人才还行，郭毅这个看能不能抓到他。野生的郭毅出现了，好，可以，还可以。钟毓好像是钟繇的儿子嘛？对，没错，钟会的哥哥，钟繇的儿子。哪里？
你不要以为什么人都可以舌战得过我们啊！郭淮好歹也算是81的人了、啊，五张打四张，优势在我是吧？没关系，就这样子，小打小。我们要让掉一回合还是如何？他们会熟虑一次了。但是我们的牌挺好的，哎呦，居然没有问题，他们的道理先无视，哎呦，居然是道理中而已。我们用道理中看看。还有师姐了，先诡辩。哎，不错，有镇静了我们。哎，居然无视我们，我们要愤怒了。我们这个镇静要留着，用个大喝。他一愤怒，我们就立刻镇静他。这样子基本上就稳了，啊，稳了。来个大，大道理。好，我们也愤怒了，终于。哎，他也有镇静，操！没关系，我们也有大道理，我们还有机会赢。啊，他们也愤怒，但是我们还是有镇静，我们依然有镇静，还是不错的。哎，很好，再来一个大道理，灭了他。赢了，赢了！很好，哎，很好！我有50个武将了，现在居然还是不错的。虽然没有抓到细制裁，但是很不错。叮叮叮叮。哎呀，贾诩的那个智力多少？看一下，97，太恐怖了。定成功，这样的局面就好办了，对吧？可以乱射是吧？可以乱射，但是乱射会打到自己人，挺糟糕的。
只有475，有点难打。循序。诶，看吧，看吧，基本上差不多，战力差不多了。遇到这种，都是要进行舌战的，还有道理，直接一个大道理压下去，先声夺人。哎，他有中道理，没关系，各打一拳。哎，他居然是大，没关系，现在又到了同一平面了，先一个无视。呀，没想到他是小。切，真是糟糕！还好，哎呦，他愤怒了，糟糕！他会把所有的牌都打出来，好在都是小。快愤怒了，对吧？而且顺便熟虑，嗯，我就顺便无视他的时节。好，不错，但是没有了。这个时候只要把他的话术逼出来，我们应该也要愤怒了。时节，那怎么办呢？来个大压他！哎，也还行。哎，还可以。还可以，这理论上是走得过去的，走的理论上可以。哎呦，这个寻不认识。哎呀，可惜。很好。啊，没有赚到钱，太可惜了。贾诩比较厉害，说真的。哎呀，
武力才48，那是可以的。哎呀，不敢。就是这样子，钱不够就攒钱。好，还是可以有钱的。张绣是女兵，对，多多少少是可以的。哎呦，6-2-3-4-2，哇塞，有点危险现在。赶快先，哎，先回去。钱不够啊，79还算可以，也还行。前线一边打一边加士气，某方面来说也还算可以，只不过这个君越台确实是可惜了。24号，不知道细之才行不行，还不行，没关系，那我们研究能力吧。嗯，不去金刚名声绑符补符，看一下行不行哈，先用统帅。看起来没有什么在野人才在许昌了。这里也爆了，
多少还是可以的。消耗他的兵力这样子。曹髦伤病复原，嗯，还行。骑兵总是会先扰乱他，来，你不愿意，你也不要紧。继续乱射，夏侯茂，哇，天哪！哎，然后呢？还是不行，细致彩还是不行。钱了，尴尬。哎呀！
依然不愿意啊。看一下胡车儿的那个武力多少，82。这人有点太那啥了。还不错。哦，赚到了。为了赚钱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呀、啊！我们的那啥也还真是，精锐都在前线。火焰伤害、啊。损一兵倒不可怕，还是不愿意的，没关系。曹训，这个曹训就是训了。思考一下，然后呢？还有一个在野，细致才在野。依然不行。需要多一点钱呢、啊。一开始的时候非常拧巴，对吧？非常拧巴。张继还在。李胜好像是曹爽的亲信，果然时空已经错乱了，时空全他妈错乱了的感觉。哎，夏侯茂，夏侯茂军断粮，损失一人。还可以啊。司马懿军来了，他们打算往哪儿跑啊？
哎呀，糟糕了！直接给掉。哎，不错，没关系。这个时候就是要晕他。我们已经把那个抓起来了。司马懿其实也挺强的。赶紧的那个，很好，非常不错，登庸了细致才。思考一下、哦、3000枪加上1000几，那就是4001。都是让这些二代去镀金而已。反正司马望、司马懿虽然都很厉害，但是我的精锐部队都在前线，暂时不可怕。我想，好，先这样吧。操，那个谁，贾诩那个我。这里看能不能让他直接来断粮，断个粮什么的。都是姓曹的，还有400多人，400多的那个叫什么资金？周氏还是不行。
还不错，我们只打了58分钟，这里就已经只剩下这么一点人了，人才啦，应该说是，说是人怪怪的。李胜依然在野，然后张继就是等在这个宛城而已，那也不可怕。只不过司马懿这个家伙挺讨厌的。司马懿亲自来了。就是要做这种事情，好好的搞搞他。继续，这个司马懿的枪兵就是厉害啊，某方面来说。他亲自过来真的是挺讨厌的，不得不说。就这样结束。哟，曹芳居然被胡彻给那啥了！哎呀，您就应了司马大人吧。哎呀，可惜没抓住啊！看一下张绣的那个智力，60而已，那应该是可以吧？我想。好，赢了。看一下曹休的那个武力如何，他们的武力都是70那边，73。哎呀，居然不愿意啊。假冲，他们真的来了，他们真的来了，恐怖啊！但是司马懿很厉害，不能够随便乱搞。我们人少，必须要
好，那这个地方我们其实可以考虑再出一队枪兵。人多，但是钱少。刚说钱少就啪啪啪啪四连，真是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司马还是挺厉害的。都不行啊，司马懿不是才93吗？96，操！虽然如此，但是郭嘉98，理论上是比他强的。当然知道理论只是理论了。可惜。挺可怕的，说真的。而且我们的兵粮已经少到一个快见底的地步了。刚按错了。
老是不愿意接受，真的是奇怪啊，太奇怪了。就现在有四个了啊！没有想到汝南这么多产。许昌丰收很好。王俊，智力77。现在是真的觉得有点担忧了啊，觉得有点担忧了。来来来，胡车儿，胡车儿，不能够为他人作嫁呀。Rush， 快攻，风险就是这个。受伤了。不错，那就再来一次。虽然曹操受伤了，但也不错。
抓起来。哎呦，张秀跟贾诩都只剩这么一点点。这里野战大概不用太害怕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曹操他受伤受了多重。曹操的智力一下就只剩72了，尴尬。还行。就这样结束，这里果然还是被打掉了，还是被打掉了，可惜啊！哎呀，贾诩，2999。好险！他的武力73而已。哎呦，不行，居然。哎，太棒了，看看看。这个应该轻轻松松打赢。直接重视攻击灭了他好了。好像有点危险。荀攸。哎呦。王俊楼船，这也太夸张了。用要害。开盾了，应该是可以的。Nice， 虽然有点险象环生，但是赢了。绑符，补符敌将 ，Nice， 直接就把王俊给抓起来了。王俊其实智力不差啊，是吧？只可惜，终究不是我的对手。我们已经有三个战俘了。
还有三十。哎呦，东湖飞宫。看一下曹操的那个伤好了没？还没好，尴尬。哎呀，可惜，可惜呀、啊！还行，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哎，强弩之末不能穿弩稿。贾诩还在，没有被俘。这有点可惜，强弩之末不能穿弩稿。现在是二九多多，诶，张绣出来了。54，司马望来了，杨户，我们这个跃进赶快。赶快回去。然后我们就来堵上他。这两个武力，一个六三，一个三一，但是还是有点危险的、啊，我觉得。这样他就用不出战法了。杨户应该挺聪明的，84，司马望就一般般了，78。嗯，体力都挺高的。哎，可惜。这个丰收真的挺不赖的。都是骑兵啊，这里。那我们其实可以4000骑，然后4001人去。
哎、欸，可惜，应该是还好吧。我们暂且退去。225。哎呦！大概再下两个回合吧，我想。一般般吧，我想。哎，居然愿意看吧。直接重视攻击去灭了。哎，这样子有点糟啊！郭家要糟。哎呦，不赖啊！啊，郭家居然。一下子就把他，哇！这个郭家居然拿一血，拿了一血，哇！这真的是太屌了，看来是输了，可不是吗？那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来继续跟司马懿较阵，单挑。哎，现在只有接受了 ，nice！ 看单挑，哎呀，司马懿只能接受了，那当然很显然的一定会输啊。直接重视攻击好了，干脆。哎呀，刮痧是吧？这是刮痧。哎呀，司马懿逃跑了，真可惜，让他跑了。司马望跟那个司马懿都输了，但是很可惜都没抓到人，一下就跑了2000多人，真是太厉害了。杨户才是挺厉害的一个人，老实说。
我们抓到这个王俊，他的忠诚度如何？还是100？不要紧，我们就继续让他留在外面，流落在外，没关系的。多少少可以拿一点钱来。现在应该剩63，现在差不多吧，我想。现在的粮食还挺多的，说真的，这有点讨厌。好，晕了。胡车儿，胡车儿还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状态当中。就盖市场吧。只要堵得住他们就没有问题了吧，我想。只不过这里的兵粮很多啊，司马攸。哎呀，动了。627。剩31，这样应该是打得下了。好，拿下宛城，很不错啊，很不错，拿下了宛城。那应该把贾诩给抓起来了。啊，没关系，反正你太太周氏张绣灭亡。不错哦，
好像没有。拿下了宛城，曹操亲自拿下宛城，某方面来说，不错，不错，很好，很好。还在建设，那我们就在这里建设吧。曹操亲自过来，某方面来说有一点点危险。某方面来说有一点点危险，因为这些人，他们这些人有可能还会气不过就继续打我们，有可能会气不过继续打我们的。这某方面来说有点讨厌了，对。好，能不能看看能不能去抓，把他们抓起来？张继，然后接下来李胜，李胜是曹爽的人呐、啊。然后贾诩、甄姬，哇，这也是比较刺激呀、啊。果然，作为一个男人，对吧？吴车儿、曹植，好，拿到钱了。这波人的话，老实说，我不太有把握，我不太有把握。汉献帝居然在那里，这老实说真的是错乱，超级错乱。再来一次，再度的晕了，很好。来呀、啊，哎、欸，再度的，没有想到他居然还愿意来。先重视攻击好了。哎呀，司马懿的那个啥，居然还敢跑，直接就把他砍了。该胜而胜，理所当然。哎呀，啊，没关系。这下子好像又杀了他3000多人吧，大概。只不过这一波人的状态嘛，我们直接虎口拔牙，某方面来说是有点太过分了，是有一点太过分了，没有错啦。快筛试剂，如果您有的话，可以寄3到4个给我。我会付钱的。如果说是吃的，
以罚。老实说，我有点担心了、啊，何进有没有可能直接来干我？这个让人有一点糟糕啊，让人觉得有点糟糕啊。但是老实说，我觉得我曹操已经打得很不错了，但是还是打得那么险象环生，到底是为什么？哎、欸，还有部队没有行动到。就这样结束。韩馥、哦、我们应该被授予周刺史的爵位了。谢主隆恩，我们花了九个月的时间干掉了一个张绣。哎，不错，张继、李胜、贾诩、邹氏、胡车儿啊，很好。张继一来他们也来了。哎呀，果然还是不愿意的。这波人，这个状况嘛，比较麻烦一点点啊。我们虽然拿下了宛城，但是他再撞一下我们就死定了，我们就死定了。我们简直就是来招人的而已，就是来招人而已。宛城不要了。现在所有的人都来打我，这真的是太过分了。这孔宙也是够不在的，他已经招到一堆人了。王俊还是不投降，真的是鸟。嗯，简而言之就是啊，咱赶紧跑吧，咱赶紧跑。思考一下，现在粮食还算多吧？他们的粮食也超级多，真的是扯。屡试不爽。诶？居然不怕了，没有想到。
进的话，那就来单挑吧。结束。宛城啊，宛城被何进攻陷了，这有点讨厌。优应该不那么强吧，智力73，武力60几，还是不要拿巡游来开玩笑好了。司马望50几而已，那不可怕。来单挑，不愿意。有甲文何在？攻城队是没有办法做到什么杀伤性的行动的。刘岱被谁给灭了？看看。司马望的武力，智力不高吧，所以应该是可以。一定会成功。
不愿意，不愿意，没关系。也不愿意，很好，没问题。多怀无车儿，这时候有典韦就有意思了，对吧？多怀加典韦应该是可以。3000好，诶，有人在演原营，还可以。他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，包围了，好，结束。杨少、赵范都要跟我们那个断交。住他！哎呀，可惜司马懿跑了。看一下杨户，杨户是60多，好吧。不愿意，不愿意，没有关系。这个杨继杜预，杜预的智力85而已哦，比曹操弱一点，比曹操弱一点。这是曹操最后的哈蒙达塞。抓住，
招到了这个张绣这些人，招到他们，某方面来说还算可以，只不过司马懿的状态，司马懿真讨厌。哦，他是被张角灭掉的，那难怪。许昌当然是还不错的城市。可惜没抓到。不愿意啊，完全不愿意。这里应该是可以顺利抓住他们，没有意外的话。迟迟打不下第二座城，那就很麻烦。穷啊，穷的要命啊！好不容易打下这个宛城，结果被那个何进给那啥了，抢走了，真是可恶。不愿意啊，都
看一下。看一下这个家伙的忠诚度如何。哎呦，这些人的忠诚度都一般呐、啊，都很一般呐、啊。哦，岩白虎君灭亡了。雍凯也灭亡了，雍凯应该是被孟获给灭了。哎呦，贾诩，莫非要推荐人才？哦，银赏，当然安排了。但是银赏跟贾诩比的话，他的智力应该不怎么样。不用观看，一定赢。哎呦呦，来了来还不错，说真的，骑兵、弩兵、骑兵、弓兵、木兽，还是我们干脆建一个攻防。这骑兵某方面来说并不可怕。人正在，暂时不会降低那个忠诚度，应该不用太多担心了。那天下大事很乱呢、啊。哟，郭淮要断粮了，居然。小心一点，看一下，一般般吧。
居然还有一点点，太扯了。想跑，好，司马攸抓起来。哎呀，可惜，抓住了。哎呀，都不行，没关系，小问题。我目前也在来的路上。思考一下。这样应该可以。这样子消耗下来很麻烦啊，说真的。或也可以得到周刺史，某方面来说有点搞笑。哎，来了，他们来了！哇，这个是乱射。好恐怖啊！哦，他们在来了，他们在来的路上。
一下。曹操加一个武力比较强的。这里的士气蛮丑，31而已啊。感觉有点困难了。看起来我应该要先打孔宙的。居然愿意，太棒了！先打掉这家伙。咦？他也是哦，他是85，不能够小看他呀。徐晃还是比较厉害。既然开盾就重视攻击，周芷又出来了。点一滴的削弱他，程昱的表现真的不错，不错，不错。虽然有点锁血的感觉，但是终究还是我们更厉害。现在就只剩下司马昭了。司马昭的智力也有87，也挺屌的，甚至可以说，很厉害。
有点可惜，但是就这样吧。还有弩兵跟井兰。孔宙倒是不错，有点危险。不对呀、啊。我不小心让那个徐晃直接来打了。欸，等等。这么差的话其实可以考虑。杜玉。必杀技送他的中，哎、欸，没想到一个就拿下了。很好，家伙智力71，哇哦，不愧是个色狼。智力71，哎呦，居然！
错，扰乱成功。局面越来越尴尬了。靠着单挑，虽然说把人才越抓越多，但是我们拿不下城，很麻烦的。差不多，可惜。一群司马，哎呀，连杨修、杨凤都归了他们，这也是比较奇特。好了，今天就先播到这儿吧，谢谢大家。